夏君宏怀疑这些杀手跟孙大富有关，否则他们怎么都会知道我在哪里呢？夏君宏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没想到你们当国际刑警的嘴挺硬的啊。我还以为你把钱领走之后就会失踪了，你不是一直在监视着我吗？那些东西被人抢走了，知不知道回来是谁？怎么会有人知道东西的下落？你好心痛。为什么你的恐怖组织有这样的技术可以人面改变指纹呢？你哥我也不清楚，一直都在检查中，不过我愿对外宣布你已经死了。以你国际刑警的身份想自由进入国际刑警总部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再用夏俊宏的指纹打开他的电脑，自然就找到我要的东西。你是刑警总部做得紧来，你应该知道所有皇帝的身份都是罪该机密，上帝不会承认你的身份的。那现在到底我怎么办？除非素面解除你的档案，如果不是你的世界上没人知道你的身份的。律师，划破天空，继续往前走。